刚才突然那个上臂痛啊，主持上臂痛，我看到那个好多那个人呢骑在马上，穿着那个盔甲啊，穿着那个盔甲，刚才门关住了啊，关住了啊，现在那个人拿住这个这一头啊啊，把这么一推一个，门就打开了，啊，砰砰砰砰，下一个部队就放进来了啊。下回部队就放进了啊，就浩浩荡荡就看不到边了啊，浩浩荡荡看不到边了啊，哎呀，部队浩浩荡荡看不到边了啊，哎，又开始征战了啊。现在来的部队啊，基本上全中国，让全中国每个地方都分不到啊，每个地方都分不到啊，基本上每个地方都分不到一块啊，然后就是让当地的那一旦发生那个。重大变化的时候，让当地社会治安能稳定下来，稳定下来，以后慢慢就是基本上就是，自己处于自治状态啊，自治状态啊，不要那些什么官僚机构了啊，不要那些官僚机构，慢慢让人家习惯于自治啊，习惯于自治就是人家说的无政府啊，就是无政府自己管自己啊，就留了一个海关。还有一个留那个发护照的地方啊，要到其他国家去要有证明嘛，啊，基本上其他都不需要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